过来了吧？啊，是的，这一个前来那一个几个，嗯，我上午还跟你说过了。哦，那一个呢？你这都是买了邻居盖房子了是吧？是是是，哦、瓦炉来的。这还不少了这？50个总。50个？啊，也没多少，这个多少钱一个买的？多少钱一个买的？哎，对，多少钱？你上午我问你参考价，你给我说了20块钱一个，叫我说了。你眼睛给我多钱一个买嘞？那你那到底是多还是少啊？这现在20块钱一个，我跟你说的是银价、啊。你看现在银子是6块钱一个。我可不管，我也不跟你说其他，我不管你拍不拍啊。这个东西、啊、你要多大收啊？你几个你再收？那我收是肯定收。我的意思啥意思？20块钱一个，你真买过来的话，啊、你算捡个大漏。这光银子这一个都是赔还是赚？我现在喝多了，我不管你其他的，我都问你赔了还是赚了？300%赚啊！5克多的银子，现在都。你现在看银价卖一个都管卖40、啊，这何况你这都不是，你上午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那时候我给朋友一块开始喝酒了、嗯。我知道啊，啊，你说这个东西，啊，你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说句啥、嗯，我信任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我管着你有那长时间了。对对，谢谢您的支持。你别支持不支持，你别给我套近乎。我跟你说句、嗯、是吧，上午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嗯、我喝了大概8两了。对对，你给我说21个管收、嗯，我当然。到俺邻居那，嗯，我21个可跟这你买也收过来，你收过来你不亏啊！你现在一个最少管卖300，你自己算算，一个赚280，我要真金白银给你，你自己数看，你现在收过来几十个？你要？哎对，300块钱一个，啊、你不是50个吗？啊，你算一下，你净赚14000几，14000是啊，我那些东西挣1万多啊？对啊。你家里你也不用看了，这还、嗯、这一看这都是一眼开门，这咋管家老了这，而且这平面还带彩啊、嗯，这我看了，啊、这都是东三省的银号、啊，咱们常见的这个银号都是广东2号、啊，和这个区别还很大。你上午不跟我说的是银币呢，现在咋变成银号了？当你这到底是银子还是不是银子？这是银子，这就是银子啊！你给我讲讲专业知识。专业知识，咱们是吧？你看，这个是清朝的时候，你看上面写了有东三省、宣统、光绪、嗯，这都是当时清朝晚清的时候、嗯、在东三省发行的。东三省呢，就是现在的东北三省、嗯，在过去那是龙兴之地。嗯啊，因为东三省那边经济不是太好，所以说基本上面制都是这种粮交。好了，你别扯了啊！我不问你其他的，我都问，我现在叫这些东西收了、嗯，你眼呢？你收不着？按照上午咱说的价钱，咱说了一个，我300一个，现在给你15000，你给不给钱？给钱。我不管你呀、啊，你现在拍着视频了，咱不说其他的、嗯、啊。对，你这个东西我现在给你带回来啊。对，上午你给我说那一个俺邻居那边要、嗯。对对对，咱不说其他的，我回去我摆一摆，给邻居再摆一点，我就钱再分。你太对了，我跟你说、啊、这些东西啊，嗯，你是从人家手里边买过来的，嗯，你算是捡了个大漏。他不懂，他老在。你别讲人家懂不懂，你给人家买2瓶茅台，没啥问题。没你算算，你净赚14000，2瓶茅台才几千块钱。对不对？我本来这钱给他一半啊。哦，是是，那你给他一半，那你更实在啊。关键我不知道你说真假，你说叫我上午走了、嗯、我无所谓、嗯、这个钱、嗯、是不是啥不说了，嗯，我现在还没醒酒了，我不跟你说其他的、嗯、那一个说句啥，你现在、嗯、你说的这话我信。哎，对对对，咱不说其他的，你能相信我都急了、哎、你来到我店了也不是外人，对吧？我找你说句啥、嗯？嗯，奔跑的50-60公里，说句啥？来到你店里头，啥都别说了。妈，我再淡定了，我再请你喝2杯，中不中？中，别说了。好，我先马上给你拿钱，中不中？你给我拿钱，你是要现金还是要转账？我不管是啥，你只要给我拿过来，咱下面再说，中不中？我回去再说。中。嗯，那都这样说吧，给你。嗯，好，我等一会儿给你转账啊。哎，老板，哎，我这个币，我给国外捡了一个。嗯，价值几百万的银元，哦，连夜坐飞机就赶快回来，第一个找到你，哦，等你给我看看。这个银元确实不常见，这个是贵州主子币，在我们银元界里边啊，堪称发行时间最晚、流通时间最短的这个币种，漂亮。听您这么一说，嗯，3万块的机票没有白买啊，啊，这可算找对人了。你先不要过早的下结论，我看你这个品相还是挺好的。笔面相当于是未流通的状态，就是外边的包浆看起来有点富，这如果对的话，那确实是大几百万的东西。这银元咋会出现在国外嘞？
说起来也比较巧哦，我的国外大哥们，俺的老板，他祖父100年前给他做生意，这块银元都一直给大家收藏着嘞。其实国外也有很多人玩银元，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玩影样做样一样。而你这个组织币，它这个存世量本身就少，如果真是国外有人手上的话，他们一般也不会便宜卖啊。一般呢，他对别人不会卖哦，对我都不一样了。哦、我上网一查，几百万之后，果断用了一瓶威士忌，加500美刀，轻松拿下。哦，那你这么说的话，看来国外人也比较喜欢喝酒啊。看来用酒能解决的问题，这都不是问题啊。不过你这个组织币买回来成本也不低了，500美刀那就是好几千块钱了，酒钱、机票，再加上你这对吧，接下来的误工费，这恐怕得好几万了吧？嗯，这些都是小钱儿哦，马上几百万都到手了，还在乎这一点？如果你这个组织币是真的啊，这花了钱确实是小钱，但是我看你这块币啊，存在很多问题，可能要给你打破进了。嗯，啥意思啊？你可不要看我大老远回来，借机压我的价儿。不存在嘞，你不要多想就是了。我先来给你讲一下组织币贵在哪里哈。你看它这个生产日期，你看一下，这个是民国38年，也就是贵州解放前夕做出来的最后一款银元，从铸造到停产不到一个月，所以这个组织币啊，在银元里边属于发行时间最晚、流通时间最短的币种。当时铸造量不到万枚，大多数啊都在当时用作发行签字之用了。民间啊能够遗留下来的少之又少，因为在当时云贵那边有很多人都融了做那个首饰用了，甚至连我这都是第一次见这种裸币。没想到你这还是竟然从国外带回来了。嗯，照你这么说，我都明白过来了啊。这物以稀为贵，我这个组织币，你帮我估个价吧。那确实，组织币比较稀少，但是你这个我并不看好，因为这个比卖压力很明显不行。在当时贵州招币厂，虽说成立的比较晚，但是它做出来的银元都是精品。你像大家最熟悉的汽车币，那一块都是几十万、上百万的东西。本身这种银元啊，铸造量并不多，但是你这整体比卖压力很软。其他的我也不过多发表意见了，感觉你这个银元啊，材质应该是银的，以我看并不牢，所以啊，我这也给不了你具体的价格。给不了价格？对，我可以理解为你买不起是吧？不，那我应该上哪里去卖？你这个理解错误了，给不了你价钱，并不代表别人买不起。像这种银元啊，严格的来说，就是属于假币，那个真银假币。就是通过用银子铸就出来的东西，恐怕你在国内任何地方都无法变现，因为国内啊，因为它本身就没什么价值，所以你这个不是捡漏，你是被别人给捡了你那500美刀和那一瓶威士忌，再加上你这所有的这个费用，算是赔得稀里哗啦。不可能，一定是你见识短。把银元给我吧，我再找其他人给我看看。好好好，给你再找其他人看看，看看吧，看看吧。看看吧。我在家闲着没事，我看俺朋友银元有点涨了、我给他用火烧烧，你看咋烧着这样的了？银元币面带保险，千万不能用火烧，你用火烧也烧不白，烧了之后啊，确实很难辨认真假。我看看啥来。就是我有一个疑问啊，那火烧店里既然说这家里为什么一个还能给我500块钱嘞、这不是瞎扯淡了吗？既然有人能给到你500，那只能证明你这两块银元不假。我看这币面也是一眼开门的，好在你这烧了也不怎么狠，最起码没烧化，简单的来看也不算啥毛病吧。而且这两块还不是普通的呀，这个袁大头这是8年的结账点，好在里边还有一块假神龙，银元不假，可千万不能500块钱卖了，不然太亏了。那我肯定不能便宜卖了。嗯，俺朋友这次对我意见可大了。啊、他专门找人评估一下子，说一块值50万。值不了50万一个。虽说八年和这个甲辰啊比大小都贵一些，但是平时啊也比较常见。再说你这两块银元即使不少的话，现在来看的话也并没有什么大的优点。那朋友应该是在网上找了专家评估了，他们估50万一个极其不靠谱。我感觉还不靠谱。嗯，如果真值50万一个，别人不可能只给我500啊。对，这中间错了价格有点胡扯了。对，首先你不要有什么心理压力，你这往轻的说，你也就是手狂一点，
好好的银元你用火烧，这是最大的忌讳。好在这俩币种比较常见，最大的教训啊，无非也就是按市场价给那朋友买回来呗。关键是50万一个，这可不是小数目、嗯、我都是现在叫房子卖喽、嗯、现在也凑不到100万。那100万肯定是不值啊，那都是网上专家估高价的骗局，价钱估了挺高，让人听了挺开心。关键是市面上肯定没有人给你出那么多钱，你就按市场价去陪那朋友，这不就行了吗？那问题是关键赔多少合适？嗯，其实我心里也没底儿，回来家里也没矿，我都一个上班的。嗯，你说这咋弄？嗯，你稍安勿躁，我给你就这两块银元的价值大概来说一下。首先啊，像这种老银元，含银量是9银1铜，你用火烧也不可能烧白。外边的包浆，说实话最忌讳的就是用火烧，烧了之后啊，它的包浆会掉失其一，火的温度啊。它这个高低决定着这个银元扁齿的软硬，温度越高，哎，使银元的扁齿变软，不易分辨真假。所以在家里边，无论啥样的银元，绝对不能乱烧。就以你这两个银元没烧之前的这个为例啊，像这种8年是常见的结账点，你看币面，哎，它有伤，但是无戳，哎，品相算铜货，也就2500一大贯。而这个江南甲辰啊，它是属于典型的生龙。江南币里边啊，它这个纯石量也是最多的甲辰，币面的话你看也带伤，花伤还不止一处，所以这种品相也就2000以内的样子吧。照您这样说的话，这两块银元还不到5000块钱嘞、嗯、对，那我这几天完全虚惊一场啊。嗯，那这不是俺朋友先勒住了吗？勒住你倒真谈不上，只不过我们大家啊都是普通人，对这些银元的价值确实是不懂，不然也不会找那些网上说会的专家给您乱报价了。网上专家给您报50万一个，完全是忽悠人了。这个他们俩，说实话你也不必当真。关键是俺朋友他当真了，嗯，包搞了这两天，嗯，也不知道咋弄了，嗯、头疼了不得了。你看我咋处理啊？这是这个处理方式非常简单，哎，因为造成贬值的责任啊，完全在你，无论值多少钱，你这个认错的态度，非常关键。再说了，你们之间这都是朋友，一关系应该不会差了。大不了你就按照这两个板，再给他买两块稍微品相差不多的补偿一下，请人家吃个饭认个错，这不都啥都过去了吗？你说的这还是个理儿，对吧？这天津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嗯，那中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啊、好，没事，好，没事，没事。中。我一个农村老婆子的啊，我有几十块银元，你帮我看看、嗯、是真是假？哎呀，大爷，你这些银元真假就不用看了吧？这包浆这都是百年老财啊，一眼大开门的状态，这银元应该是那假砖下来了吧？是的呀，这都是祖上留下来的。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这被俺儿媳妇说这都是假的。可能那儿媳妇不太懂，你这些银元不但不假，而且这状态啊都非常好。我们普通人家里边啊都是那种铜货大头，你这可以说是老五彩，哎，个个都是老五彩，喂不了十柱，不但银元不假，而且你这价格啊要比普通大头还贵嘞。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呀？嗯，这俺儿媳妇一看，她嫌你嫌你脏，这也是真银元，说的是又白又亮的、嗯，这一看都不是银，又白又亮的呀，那是洗过的银元。你这些银元都是百十年前的东西，在我们个人家里边放着，时间长了，它这外边，哎，难免不生包浆。包浆它并不是脏东西，更不存在假。过去啊，也确实有那种老家银元，哎，老家都是军阀用铜做的，和你这个区别很大。俺儿媳妇她堂弟是开寄卖行的，哦，她说的，她堂弟说的这都是假的，准备500块钱一块卖走，我没叫他卖。大爷，你没卖给他都对了，开寄卖行的一般都能看懂真假，他即使看不懂真假，他也能找那种专业的，哎，帮他看。既然像他说的这银元都是假的，那为什么要假500块钱一个卖走嘞？假的肯定是不值钱啊。对呀、啊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就我没有叫俺儿媳妇卖啊，他对我有意见了。哦，他说这假的都得当破烂卖。其实那儿媳妇啊，完全是误会你了，完全他堂弟办事太不地道了，真的给你说成假的，这分明啊就是他想低价卖走。你这幸亏啊是没卖，真500块钱一个卖掉的话，你都亏太多了。反正俺儿媳妇对我也有意见了。哦，你要说不假，我都尝口、嗯、出一口气。你看，管值多少钱一块吧？婆媳之间有误会啊，可以慢慢化解。
银元变现那真没法给人家要回来了，大概出来了给您过了一遍。首先啊，像那些值钱的板，比如说曲皮梅啊、落叶啊、打扣啊、八年、九井，我看你这里边通通都没有，这大多数都是三、九、十年，还有二十三年穿样，还有个别的这个展日，这个他们的价格其实和冤大头是一个级别的。不对吧？嗯，你刚才不是说了我这银元都是老五彩了吗？不是比那普通大头贵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刚才是这样说的，你这些都是老五彩的状态，虽然说币面啊，都不带板，但是主要是靠它的腌制手法。你像我们普通常见的那个大头铜货啊，铜货经常在市面上流通，有壳有伤不说，主要是状态啊，大多数也都很差，再加上币面没有保浆，所以很难卖上价。不像你这样，你看这都是老五彩大头，首先币面保浆很难形成。你看市面上有些是那种用化学药水做出来的，而你这样都是与生俱来的。你这种老彩啊，你看都是从骨子里边哎生出来的彩。平时不夸张的说，100个大头里边啊才有一两个，而你这一下子，你看一下拿出来这么多，而且全部都是老五彩。所以啊，我看一块给你1400，这几十块可不少了。对呀、啊，这整整的是40多块的。以前俺孩子小时候的时候，我拿那带龙的去加工银手镯，还那加工银手镯，而且还用带龙的。那如果都是这种老五彩状态的话，那太奢侈了。本身带五彩的大头啊就已经很贵了，带五彩的龙样更贵。不过以前啊都流行用银元加工银手镯。那要照你这样说，俺儿媳妇她也不相信我买那些钱。该说我故意黑的不要对了。你说了对，1400啊，比着1500啊，你算算，他压一个错将近1000，这一下子就错了好几万。你说出去啊，恐怕那儿媳妇不信。不过你拿着钱啊，更有说服力一点。我看你这年纪也不小了，留着钱啊，不一定对吧？哪个地方都用着了，哎，别一下子全部都给那儿媳妇了，行不行？行，我70多了，我手里也都得放点钱。留着钱啊，不一定哪个地方都用着了。比一下子全部给孩子强太多了，是不是？是的呀、啊。哎，你给我现金哦，我用多少我拿多少哦，省得他当面他嫌弃我了。对对对，你说的对。听说现在黄金涨价了，我这有40个熊猫金币，你帮我看看能卖多少钱？确实都是熊猫金币，我这拖着你重量恁轻啊，一般像这么大个的重量都是1盎司的呀，加上盒子，我感觉也都10几克。东西绝对没问题，总共是40个哦，毛重是1斤6两哦。你确定要了，我把这盒子都取掉，再按斤来称。先不说他们的重量啊，就光看你这个图案和我们常见的熊猫金币啊也有出入。一般正面印的都是克重或者面值，你看你这是年份，背面的话也没有字体，这些熊猫金币可能有问题，这哪来的呀？来历绝对合法，我一个朋友欠我10万块钱，哦，借几年了一直不还，我二话不说直接拿他那么多的熊猫金币，直接来抵账。我听说我用银元抵账了，第一次听说用黄金来抵账了。按理说10万块钱也不多，拿过来的这些熊猫金币啊，这如果是真的话，用5、6个卖了他都给我还账了。哎，你都不知道我这朋友太气人了。他属于啊有钱不还。哦，你都不还给我那种人，知道吧？咱俩沟通半天了，说话都不在一个频道上。那朋友是个啥人不要紧，关键是他的这些熊猫金币有问题。黄金啊，其实他就相当于是欠啊，他既然有这么多黄金，欠您那少的钱，他为啥又让您把这些金币拿走嘞？这个问题你考虑过没？我考虑那些东西干嘛？他只要不还我钱，这些金币啊，我肯定不给他。哎，关键是你这些东西没用啊，我随便拿一个给您称一下重量。你看一下这个电子秤，精确的0.01，一个才12点多，两个你看一下才一个。有多重咱能按算多重，对不对？黄金在秤上称啊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吃亏。况且啊这都是称套的，你转手啊就能卖个好价钱。我发现咱俩确实不在一个频道上，我给你说他们的重量，你给我扯称套称套了。我知道熊猫金币一个卖不过一套，可你这个熊猫金币啊，关键它就不是黄金，再是称套也没有一点点用啊。哎，我就知道你该这样说了，幸好我早有准备啊、我给你看看专家出具的证明。你刚才就应该把这个证书拿出来了，你费了我说半点口舌。你看人家证书上写的很清楚，标称贵金属，表面含金，大概意思就是外边这一层啊
它这个黄金是镀金，里边并不是黄金，很有可能是铜。再说句不好听的，如果你这些全是银子的，那十几克的重量，说实话，这些卖个几千块钱也没啥问题。你这些镀金啊，它都是艺术品，分文不值。哎，怪不得我刚才去几家店，人家都要么不熟，要么给我指到你店里来，说什么成道的金币啊，价值高。他们是给你留面子，没有当众戳穿你这是假的，怕你丢人。你想想，如果这些熊猫金币是真的啊，回收黄金一颗挣你5块10块，这好歹1000多克了，左手到右手上万块的利润，开门做生意，你说谁会钱和钱过不去嘞？哎，可是外边还有一个漂亮的盒子，上次我给弄丢了。哦，这外边少一个大件儿，我还给他，恐怕他不认识。你这考虑的太多了，这些熊猫金币啊，它本身就不是真的，你这一大堆说不定啊，也都几百块钱买过来的。你别说一个盒子，你说一个盒子能值多少钱？弄丢都弄丢，大不了再给他买个新的，反正他欠你10万块钱了，让他随便扣呗。万一他说我掉班了咋办嘞？是不是？这事说不清楚啊。哎呀，哪有这么多万一？给你也装进来吧。啊，这东西啊，只要不是你一毛给他还太子了，说实话，拿着东西尽管去找他，二话不说，只管要钱，他自然啊会明白是咋回事。那中，谢谢你，老板。没事、啊，毕竟这些东西都是假的，说实话也卖不上钱。你这10万块钱要过来、啊，对不对？比要这些东西强太多了。东西我也找着哎。俺朋友钓鱼钓出来一罐子银元，发财了。哦，我这5000块钱买他一块九哈币，没想到估价竟然值50万。哇塞，你这个竟然是吴佩孚的纪念币，看样子确实是一块银的。据我所知，吴佩孚没有发行过军阀币啊。你这价值50万是从何而来？我找第三方鉴定评估而来的。哦，我朋友钓鱼钓上来银元，5000块钱卖给我，是想帮我快速发财。哦，钓鱼咋可能钓出来军阀币？一般水坑里出来的银元啊，应该会有浮饰，而你这个币面这一看，你看带低光，这分明就是放在干燥的环境下才形成的宝浆，所以钓鱼钓出来的银元啊，并不可信。你不相信，我相信。我朋友说钓出来的时候，在一个瓦罐子里密封着嘞，瓦罐子里几十个军阀币都好着嘞。哦，即便像那朋友说的那样，瓦罐密封的比较完好，几十块银元重量估计得有1-2斤了吧？再加上那大一个罐子，还有水里边的竹篱，咋可能一根鱼竿都给拉上来嘞？哎，这你都不懂了吧？只要你手够有劲儿，一根儿鱼竿能拉上来一条20-30斤重的鱼，那也是轻轻松松，更何况一个10来斤的罐子呢、嗯。看来你这是对那朋友的话深信不疑。就算那朋友这个通过鱼竿把瓦罐拉上来，又咋能证明这块银元值50万？如果真值50万的话，那你这个朋友会以低于100倍的价格卖给你吗？哎，我发现了，你这人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嘞？没有没有，50万并不是我朋友说的，是他当着我的面儿、哦、找的第三方网上的专家评估的价，光明正大着嘞。光明正大形容了有点过骚，你可能对网上那些专家估的这个价格套路不太懂。你别说，你拿这个银元，你就随便拿一个几块钱的铜板铜钱，他们都能给你估到几十万。关键是50万的价格给你估出来之后，现实中你可卖不了那么多钱啊。哎，我朋友都说了啊，这些东西是越放越值钱、嗯、现在是值50万，嗯，再放个7年8年的有可能值上100万。这个7年8年后的事儿谁能说得准啊？你不要动不动就听别人了，你得有自己的主见啊。哎，对呀、啊、我肯定有自己的主见。嗯嗯，我等不了10年8年、哦、我现在就想要到变现。哦、怕就怕50万卖亏哦。50万肯定卖不亏，关键是恐怕没人给您，网上专家给您估了50万，只是想觊觎您的鉴定费。历史上吴佩孚啊，确实是一个大军阀，但是唯独啊，他没有发过军阀币，所以在历届的拍卖会上也没有任何记录。正好今天你拿过来了，我就给你讲一讲。既然你这块不算军阀币，那应该就是臆造币。臆造币啊，大多数都是民国后期的产物。嗯，臆造币里边也有很多乳皮盒的，而你这个在市面上我确实没有见过。从币面的包浆来看，因此你看前后有点漏贼光，一般这种光度、啊、都是耷拉耷出来的。即便是臆造币从民国到现在也有10年的时间了，但是我看你的包浆并不牢、哎、尤其是它这个扁池，你可以看一下，你看整体很软，但是你这个很有意思啊，就是有流通痕迹，
币面感情呢倒像是 MS 级别了，个人看也就是一块真银加币。你说实话，200块钱一大款吧？多少啊？200？对，我没听着吧？没有。你这价估的也太损了，后来人家专家还给我50万一个嘞。嗯，专家肯定不会给您50万的，因为这种真银加币它本身就没有实际价值。你想想，5000你买了，想卖50万的东西，对吧？你这本身价值就不对等，真能卖50万，那朋友5000卖给你，他图了啥嘞？他啥也不图，纯有意。只不过他想让我10年之后再卖。哦，我这不是急着用钱吗？你这逻辑，就对了。让你10年后再卖，这里边肯定有蹊跷。反正我觉得啊，你这块币是不对。我让专家的话，你最好也别信，别弄了。你到地方拿着银元过去了，对吧？你再被忽悠掉几百几千的鉴定费，对吧？到时候你说啥都完了。哎，我不能被骗。啊，银元还是我的。嗯，我看你是没有私利手。那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俺这个朋友啊，真是大方。嗯，10年前借我2000块钱没还。嗯，现在发家致富了，送给我20块当百的大钱。当百的大钱，随便拿一个可不便宜，一下子送你20个，绝对是大手笔。来，我看看啥来。平常啊，提起来钱当没还，气得我咬牙切齿。啊，这一下给我20块当买。啊，我这心里面啊，高兴的脾气急了。你不要高兴的太早，我看你这20块。这都是天宝当百啊，典型的日本大县，这在咱们这里平时并不常见啊。不常见就对了。嗯，常见嘞才不可能值钱吧。哦，没想到我这个朋友发达了，竟然还不忘提携我一把。嗯、提携谈不上吧，你刚才不是说他欠你2000块钱吗？嗯，咱说句不好听的，这最多算是抵账。20块如果都是这个状态的话，可以称得上是没品了。但是像这种日本大钱啊，品相即使再好，玩的人不多，价格他也上不来。这咋可能是日本钱呢？嗯，这上面明明写的是汉字，嗯，连一个日语都没有，你这鉴定不是搞笑的吧？上面写的确实是汉字，但是它的生产使用地确实是日本本土。现在你见到了呀，这些都是从日本那边买回来，然后入了盒子，再到我们个人手里边来。你说的这没有依据。嗯，刚才专家说这是我们国内生产。哦，一个给我开到30000，20个整整是60万。60万，怪不得刚才你说那朋友发达了，再提携你。原来网上专家一下子给你报价30000，这价格是谁听了也开心啊。咱不说价格的事儿，就单说你认识网上这个专家，像这种天宝当百，他连哪个国家的货币都分不清楚，那他这个价格是咋估出来的呀？他说品相好啊，嗯，像这种品相的当买啊，现在市面上已经非常难找了。哦，不是怕亏了，所以我来找你估估价。我估了价，恐怕你也想不中。10年前借你2000，这说实话，品相虽然说刚刚的，这20个一下子卖完，恐怕连你这个本钱都不够啊。你别胡扯了，我这北上的动能庙都买好了。哦，就差我带着东西过去了。我们说好了，哦、你说交钱，你说交货。嗯，哦，这给你60万的话，你肯定也不吃亏。像这种大钱啊，它流行于银元之前。首先，它的配比，和我们常见的当白一样，铜锡钱混合做出来的。因为铜锡钱啊，这种材质本身就很便宜，所以像这种大钱只能在本国国内流通。如果你想对外的话，那必须得用金银了。所以这种材质的大钱啊，比较局限。第二个就是它这个发行量比较大，就拿你这些为例吧。你看你一下子拿出来20块，品相好是其一，你看几乎是没什么流通痕迹。如果放到我们这里这个先锋当白身上，就这个品相确实能上万，好版上几万的都有可能。先锋在位才10来年，而这种天宝当白整整发行了20多年，日本本身就小，一下子又发行了那么多，从它这个品相来看，你都知道它这个使用率不大。最重要的一点，就像这种日本钱啊，在咱国内玩家比较小众，所以没有太多玩家，存世量又大，也就支撑不起来行情。市场价现在像你这种品相，给你按100一个。啥？100一个？对。你的意思是这20个才2000块钱？嗯。那相当于我朋友刚好用这个给我抵账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挺价格勉强抵你那2000块钱的账。你这个朋友我感觉也很不地道，10年前借了你2000块钱，2000按理说也不多，他不还账，本人已经疏离了，结果弄20个天宝当百抵账，你现在卖的话，100%赔钱。赔钱倒是不至于吧？嗯，人家都开价30000一个了。
这价格不会差那么多吧？那只能说给你估30000的价有问题，要么我估了有问题，反正俺俩估了价得有一个人有问题。建议你啊，再找其他人看看，大家说能值多少钱，最终才是他的市场价。哎，算了，你要啊，就是浪费时间啊、嗯！我还是找我的专家去吧，你还给我吧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你找专家之前，我再奉劝你一句，三思而后行，别被别人骗了鉴定费就行。我吃个屁啊！我60万了。哎，老板，哎，我真没想到挣钱这么容易啊！200一克直接买过来了。哦，一个汉代金锭，这下我发财了。汉代的金锭，这上面写的确实有个汉字。如果是黄金的话，那你这确实捡个漏，因为现在黄金。价钱挺贵了，我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古董哦，我这可不能按现在的金价卖啊！别看它小，它价值可高。那你看古董来看的话，你这个品相字口确实是不错。一般金锭啊，带全字口的不多。看你这个大小的话，应该是2两的锭子，但是我拖着是有点轻了点。刚才听你说200一克买了，这是在哪买的？跳蚤市场。哦，我们这有个有名的二手市场，每个星期天，人来人往的很热闹。一个老年人不会用智能手机，30克的金锭6000直接拿下。说实话啊，你别说买这个古董黄金了，200一克，你就是现在买普通的黄金，你也是能赚一大半啊。因为现在金价都已经达到500多一克了，现在在跳蚤二手市场卖黄金，这多少有点不靠谱吧？捡漏这东西有啥不靠谱的？嗯。他上来都给我要500一颗哦，我给他还价啊，哦，直接一步价到位，看到、看到200一颗，说实话你还卖不卖？这黄金这东西还能还价，这我是第一次听说，而且你这硬生生的看到200一颗，是稍微懂一点黄金常识的，恐怕也不敢下手去买这样的黄金啊。我告诉你吧，我可不是一个人哦，我身后网上认识了一个专家哦，我给他看两张照片，他给我果断报价50万、我才敢下手嘞。啥？就这点东西给你报50万，这一颗一下子花到10000多了，你这搞了悲剧了。我告诉你，网上那些专家啊，他们可是说话不负责任，给你估50万，可不就能卖50万啊？这里边有很大的水分，他们的真实目的就是想挣你的鉴定费。既然他们说值50万，你咋没去找他们？我这还不是没来及的梦，专家说了，这个鉴定值50万，完全是因为它是汉代的。哦。你这个专家啊，我看来是挣钱毫无底线了，不能仅凭上面一个汉字就信口生妄说是汉代了吧？如果上面刻一个秦字的话，那它就是秦朝了吗？其实这个金锭先不管是哪个朝代的，我最关心的是它的重量。刚才你说的区30克的话，那就不对了。你看这大小，这一看都是2两了，因为过去1斤16两，1两是37.3克，2两的话必须是74.6克。所以说重量上足足差了一半，我看这完全不是黄金，可以从背面你看抛色的地方可以看出来。你说谁家的黄金它会抛色嘞？背面可能是它的包浆哦，毕竟这几百年的老古董了，这不算什么毛病。那你这样认为的话，那就不提洋化的问题，就说上面的字体。为什么说到不了汉代啊？首先这种金锭的器型大小，一看啊，这都是民国那时候的，汉代没有这种器型。2两要么是长条，要么就是这种圆形，大多数中间带个孔，形状上基本上都是这样。但是字体这一看就是电脑体，这很明显，这都是现代做出来的。现代的不可能。咱俩别搁这磨叽了。你都说个能给我多少钱吗？给你多少钱？这东西我要不了，不是黄金，也不是古董，我要它没任何意义。倒是你相信了网上那个专家，这一次可把你坑惨了。好歹你这是6000块钱买回来了。恐怕卖你那东西的老年人，你现在再去那个跳蚤市场找他，估计都找不到他了。我找他干嘛呀？你不要都算了。我卖给我卖给你50万，我还怕卖亏了嘞，所以我才问问你。那50万卖肯定是不亏，怕就怕就是他给你报50万，对吧？他想要你口袋里500，想要你5000，这个网上专家的套路，我感觉啊。你最好是抽空了解了解，别上当了。好，总给我吧，我不跟你唠了，咱俩再唠也唠不出啥结果。对对对，没啥结果，没啥结果，拿回去吧，拿回去吧。好。